改编自传统京剧《二虎村》的新一代剧场《二虎青年力》，剧情描述黄天霸忠义不能两全的内心纠结，透过架空时代背景，献给生活在当代的青年学子。文和戏剧团在台前上演《来自三国的你》，说唱跳舞通通难不倒他们。剧情元素融合客家、闽南、外省与韩国电视剧文化，希望撞击出不同的艺术火花。李清照戏剧团赶上动作派，一袭古装演出燕青，描述北宋徽宗的爱情故事。这里是大稻埕青年戏曲艺术节，各路剧团卯足全力开场，要吸引民众前来欣赏。这次呢，会从3月12号开始，一直办理到3月27号。在剧场里面呢，会有三场很精彩的戏曲演出啊，有博优作京剧，然后有文和传奇戏剧团的客家戏，还有李清照私人剧团赶上动作派的歌仔戏。那都是由年轻的青年这些戏曲创作家啊，他们会带来很创新的演出。为了推广大稻埕文化艺术，台北市文化推广处已经连续举办3届青年戏曲艺术节，希望透过密集的戏曲活动，让喜爱戏曲的朋友造访古色古香的大稻埕，让文化更贴近生活。台播大台北数位新闻王胜兴采访报道。